我要用这个麦克风讲。不是，为什么这样？可以。我好不好哎、欸。Hello， 直接说话吗？麦克风，麦克风，喂。Hello，Amy。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。因为我们今天又在我们第一次约会的草莓园又再一次采了草莓，对，那是我们第一次牵手，第一次心里有小鹿乱撞的感觉。那其实我现在觉得我真的我自己，刚刚脚超麻的。不好意思啊，你的亲友团就是我的亲友团。他是谁？总是有人会泄露这个秘密的。对啊，好啊，那我们交往两年了，那我们也去了很多很多地方。那有现在记得我们第一次去出国是去越南，那我们去下龙湾，那跟不认识的团员们一起出游，那他们看到我们就说我们是天生一对，你还记得吗？那我们也去了美国去参加燕的婚礼，那今天就换你了。对，那你是 DJ 永远的女主角。对，那未来希望我们可以一直走下去。那好了吗？好了 ，OK。我要，我有准备耶！主场。亲爱的王伯君先生，你会遇见我，我会遇见你，早就注定好的了。张爱玲说过，于千万人之中，你所遇见的人；于千万年之中，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，没有早一步，也没有晚一步，正巧赶上了，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。我有轻轻问一句：哦，你也在这里呀、啊？那我不建议你慢动作，因为你在我已经氧化我自己的时候遇见了我。全部的时间里面，这个时间最刚好。我那时候还不熟的你还一直找我聊天，我想想我的工作也太忙了吧，每天你上大夜班，我还要陪你聊天聊到三四点。原来那时候你就偷偷喜欢我的，是你先跟我告白的，你要记得这件事情，以后不要跟你的女儿子说是我追你，是你追我的。然后这段可以剪掉。虽然一开始你说你很浪漫，但我觉得我比你浪漫，而且你怎么可以将计就计？我跟你讲，36计最后一计走为上策，不要逼我用这计。我们真正在一起相处的时间，虽然你说两年，但我觉得比日历上的时间还要少。不过可能是因为这样子，所以我们每天都像在热恋期一样。但我觉得是因为你的脾气很好，我又很体贴，所以才会让人家觉得我们都一直在热恋期。那你说过要一直对我好的，因为你怕我被别人追走，所以你要记得你要一直对我这么好哦。你要煮饭给我吃，你要打扫家里，你要给我买 Balenciaga 还有 LV， 我们还要去很多地方玩。然后我知道我很难搞，毛很多，但是其实你应该也摸出我的毛，而且你的毛比我还要多，不要说我，但是我还不是一样一直陪在你的身边了，所以你上哪找这么好的媳妇，你被赚到了。亲爱的贝贝，你愿意和我走一辈子吗？你跪吧。好啦，还是男生要跟女生求婚的吗？没错。看到吗？厉害了！我应该500个啦。你们到底是谁出卖我？一定不是500个。500个啦。不错。来，六个。贝贝愿意嫁。嫁给他。啊，这应该够大了啦，这应该来带一下。没有啊，你没有问我。哦，天明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这应该没有失败吧？是你要先。我没有要问你要不要嫁给我。好，你愿意跟我走一辈子吗？我愿意。
这只能戴这只哎。你要戴，你为什么要戴？大家手往上来。好好好，可以吗？可以了。来来来。啊，是假的。一个一个问啊，看谁背叛。到底是谁王伟汉？没有，没有。OK， 好，然后后面亲友团帮忙加，那个花会遮到。亲友团帮忙加油欢呼一下。